que já foi. A cereza de sucesso.当法官宣判你无罪释放时，你看向了那个唯一怀疑你的警察。没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实的你，也没必要不停地告诉别人你是怎样的人。懂你的人自然会懂，信你的人自然会信。如果每个人都理解你，你得普通成什么样子？岁月静好是片刻，一地鸡毛是日常。望远处的是风景，看近处的才是人民。